纪录片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现在拍到什么素材，不知道它到时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只能相信你拍到的，你现在遇到的就是最好的，最后你一定会在有限的素材里找到一个最好的说故事方式，到最后所有的遗憾就不是遗憾了。张导，那个如果说电影是一个光影的艺术的话，那么摄影师就是一种掌控影像魅力的巨匠，他可以让观众要么很感动，要么很开心。其实李平平先生他入行已经30年了，得过非常非常多的奖项，不管在台湾的电影圈啊，或是国外的影坛，其实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可是其实他个性不是那种非常夸张锋芒毕露的，他是非常低调的人，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假如没有你拍的这部纪录片的话，可能到现在很多社会上的人都不太认识他，他这个人。所以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李平平先生当做纪录片主角？首先，其实我一开始的起心动念还不是一部纪录片，其实很简单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研究所念电影，那我觉得那个关于所谓的摄影的课程，那国内的学生想要对电影有兴趣的学生，或者是后辈，其实能够找到的摄影的专业书其实参考性不大，因为大部分是翻译好莱坞的，就是说其实跟台湾的目前的现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回想到我曾经跟一位台湾很棒的摄影师李平平合作过，就是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斌哥因为非常忙，那如果我可以帮他就是促成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访问他，帮他把他的分享或他的专业做成文字，然后再跟出版社合作，其实一开始的动念是这样子。其实以他这么低调的人，你当初如何说服他当纪录片的主角？好，其实我决定我想拍斌哥的纪录片，然后一直到我正式做邀请有一段时间，然后我想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冠良导演也跟我提出来说，他其实是很乐意参与。然后也就是说，我其实感觉到我周围的人也非常期待这部影片能够完成啊，所以我就想，我想了这么多，因为我当然觉得斌哥会愿意嘛，因为长期躲在幕后的人，所以我就想说。然后我当然也想到说，我自己要带小孩，然后我要记录斌哥，我已经可以预期到我必须要世界各地跑，然后有很多他的影片的版权等等要处理的话，是不是可以完成？但是我想那么多，如果斌哥不答应就什么都不用想了，那最重要的是斌哥要答应，我才能够一步一步来解决。所以我有一天半夜失眠，所以我就想，好，就今天了吧，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斌哥后来答应我的时候，就是他回我信的时候，他的信的内容让我看了非常感动，是因为他反问我说，秀琼，你有没有想过你要花费的时间以及资金的筹措的困难，以及这部片好不容易完成之后的去处，然后以及你可能要离开家人的等等这些困难，那如果你这些都想清楚了，那斌哥愿意跟你一起努力，但是秀琼，如果你任何时候想停就直接，对，没关系。我觉得他已经可以预期到我可能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然后并且也很体贴的已经帮我找好我的下台阶。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我实在是应该要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去应该跟更多人分享。我会被一个人物打动，大概就是这个人和我自己有些部分是相通的。我常觉得自己的心境像一座孤岛，看待事情的敏感面
常是比较伤感的，因此打从十几年前在日本跟斌哥聊天，我就已经心疼他了。我想这是因为他的故事达到了我的苍凉感。其实我觉得骗子当然一开始你是从技术层面嘛，希望为台湾那个技术留下，可是整部影片看完，我觉得最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李平运个人的生命态度，甚至他跟家人的互动，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反而离你起初的起心动念差很多，差很多。中间转折在哪里？一开始想的其实是比较技术面的，是比较有学习性的一个书，但是后来决定要拍斌哥的影片，就是他纪录片。那时候我开始思考的时候，其实回到我一开始跟这个人工作，然后认识这个人。那其实，在海上花的时候，我是导演组，我是助理导演，然后斌哥是摄影师。其实我们真正在拍摄的时候，直接的沟通跟交流，或者是闲聊，其实机会都是很少的。反而是海上花的后期，我们一起到了日本，到了东京做后期的时候，然后那个刚好做新干线的时候，斌哥坐在我旁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才比较机会去深入的聊天认识。对，然后其实从斌哥他跟我分享他的成长的经验，以及包括他母亲对他的影响，然后以及他怎么样进入到这个行业，包括他的如何在自己组另外一个家庭等等，其实。直接接触过斌哥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非常有感染力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是后来就是拍到已经开始拍了一段过程，我反而回想，我觉得我反而拍一个摄影师去传达跟台湾电影精神有关的影片，我觉得是由不见是拍一个导演，因为你可能导演是比较专注在这位导演的整个的创作历程，但是如果摄影师必须要跟很多个导演工作，所以其实记录李平平反而更能够把所谓的我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或是属于我们台湾电影的一些的工作方式，然后其实去跟国外的导演做交流。当然除了这部分打动人心一般的共同情感之外，其实影片也介绍了一个行业嘛，就是电影摄影师。可是电影里面其实我觉得让我有点感触是说，像这种记忆性的工作，当然都是传承自古代是师徒制嘛，都我在旁边看着学着，我用时间换取我的经验跟我的技术。所以通常师徒制都是会有点保留嘛，可是斌哥好像是他会去教导，不是他的团队，不是他认识的人，只要愿意问他，他都愿意教导。而且这样的人格特质，在你从事这个行业里面是很特别，还是说，如何呈现这样子？我觉得跟我们想象不一样了。那斌哥真的是在我们业界里，大家都叫他斌哥。一方面也是他真的就像一个大侠，大哥级的，对。然后他特别的会观察到那个比较可能比较辛苦的，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工作伙伴，他反而很想多帮他，然后多给人家一些机会。这是我看到他在默默的常常有这些的体贴的善意释出。那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自己从小的生长环境其实比较辛苦，然后其实他可以感同身受那种，就是说在比较艰苦的环境里成长的话，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他早年就他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就过世，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然后母亲非常的含辛茹苦的把他们五个小孩辛苦的带大，然后所以斌哥为了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就是有到当时所谓的国境育幼院 okay, 就是住就是离家，所以其实那也是他的体贴，就是说好像他自愿去，就是五个小孩可能妈妈照顾了那么多，对，所以他自己对他自己就去，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成长背景反而就是让他有更多的怜悯心跟同情心，所以他虽然外表看起来这么粗犷，但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柔软，非常感性的。所以我觉得斌哥他可以有这样的这样的境界啊，这样子完成这样的高度，我觉得真的就是他是感性跟理性兼具。那常常他的拍片哲学常常说跟侯导一样是顺势而为啊，这个顺势而为其实听起来好像是很容易妥协什么都好，
其实而且难度很高，其实你要真的顺势而为，然后从里面找到你一定的品质跟高度，那个是要灵活应变，跟你的内心深处其实是要很不容易的。对，然后他又很喜欢，就是在很艰苦的环境去完成他的拍片，然后他很希望每一次都会给自己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常常在那个瓶颈跟限制之中创造那个动力。哦，所以也因为这样，从电影里面有看到一个有点矛盾的现象，就是当然他在北欧电影节获得的一个奖项，当然他们称他为是影像诗人，可是跟他合作过的导演好几个都却称他说他像军人一样非常有纪律，甚至还比喻说啊，另外一个摄影师像水手啊，他像军人，这个就很明显的对比嘛，就两个很极端的比喻，一个诗人很随性，很啊，一个是军人，一般也很有纪律，怎么会在他身上综合在一起？好，这其实我们看的是矛盾的。我觉得是电影这个行业跟电影这个工作它的特殊性，就是说你拍的没有一部电影是一样的，你甚至你拍的每个镜头其实都不一样，它一直在变动中，所以其实你一直要保持一个机警跟一个敏感度，所以其实大家是知道有一个目标，那毕竟有导演或是。就是有导演或是剧本为一个带领，那其实在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上，大家其实一直在迎接那个新鲜，然后那个新的挑战，但是又一一的去完成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影工作的人员其实是无法离开这个工作，这也是他迷人的地方。常常在想啊，很多地方我都去了，但是都是在拍摄，都是在痛苦中度过啊。但那些痛苦其实都蛮值得，因为都留下一些影片、一些画面，好像一个记忆，让你看到那个时候很多事情。电影当然有它技术的一面，就是很确定的物理学上的技术的光影的理解一部分，可是它当然也有很多感性或者感觉的一面，就像影片里面我看到他看到那个叶子，当然有一段你要访问他的时候，他说应该在法国巴黎嘛，外面树有一片树叶在那边一直动，只有所有树叶都不动，就一叶在动，干空，我们台湾人家干空，就一就这么多树叶，可只有一个树叶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那他就好好奇，他就拿着他的手机，是不是就一直在拍他那个？我觉得这是很你很细微，然后很浪漫，然后有体会到哦，他甚至形容那个树叶的感觉。这段我要特别讲一下，这段非常有趣，这段不是我在巴黎法国拍的，不是吗？我以为的场景是那个镜头是斌哥自己拍的，并且不是因为他之前拍片的时候常常在跟我们分享，就是跟拍片的伙伴说，其实树叶是会说话的。然后有一次他在他美国的家的后院，真的就看到那个树叶就一直他就觉得非常非常明显，所以他赶快拿他的相机拍下来，所以他就讲说你在动，他自己在跟那个树叶自言自语，然后自己在拍。然后是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件事情，我就说斌哥，你那段可不可以给我用？所以是那是他自己拍的。然后有一段其实我有互相剪的，是因为另外一段是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我访问他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餐厅吃饭，又在动嘛，对，外面看到那个对外面的那个路树，他就说又，然后我们大家就看，真的耶。对，所以我们如何很仔细的去感受周遭的环境，然后利用当下的环境，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很矛盾，就是我们看到影片是很浪漫，可是斌哥却说他要长期处在孤独
痛苦，长期的痛苦啊。当然我知道这长期的痛苦描述是说他在拍这部电影的几个月期间，他要不断去专注的在这影片的进展跟构图跟揣摩导演的感觉。你是导演，我相信你也在痛苦中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因为你如果把你的意念然后跟别人描述然后能够呈现出来，其实你也充满了不确定，然后你也不知道能够掌握到什么东西。我相信跟他一样常常会痛苦，所以你如何去疏解这个痛苦？因为人若长期的痛苦，短期一两天过去就算，可长期痛苦其实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对，我们身体都不太好看起来还好啊。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痛苦跟压力是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是的，即便再有经验的导演，他面对的每一部片其实都是一个未知，就像其实甚至都是一个自我突破，所以其实那个压力跟那个困难度是一样的。不，其实我会特别对这段有感觉，是他后面其实有讲了一段话，因为当然影片拍了他在国外做巴士的过程，然后他说有时候拍片到晚上，然后回家，然后想找人讲话，就拿出手机看看电话本，然后最后又放下来了，就听了音乐然后回去，然后所以找不到人可以对话，甚至有些东西他说有些东西不好讲，讲不清楚，也讲不清楚，也不能讲，可是对兵哥这样子能够痛苦中无法宣泄，然后又一步一步下来，你可以感受到他那样子的那种在专注上又痛苦，你可以感受。我可以感受。然后我相信很多的创作者都是有，就真的是很难说得清楚，然后或者是你真的可以找到可以对话的人是非常难的，就是尤其是你面对创作，或者是因为我们会想的比较多，毕竟是我们所谓拍电影，其实真的就是在去反映人生。那其实我们在拍片的过程，就是像是每个人都有自虐狂啊，长期痛苦，每拍片就长期在几个月一两年之内长期处在痛苦中。可是当影片完成了，你看到观众的共鸣，或者是真的是你曾经的付出。你曾经走过的经历，对另外一个生命有这么好的影响，或是有这么好的抚慰，你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我觉得想描述一个人，也要从他周围的人去讲，面相才可能立体。尤其是他的家人，你妈妈是这次访谈的惊喜，尤其是现在我也身为母亲，更可以看到这位母亲是如何影响兵哥的。一路辛苦。他们都那么怕给人带来麻烦，有一种面对再大的风浪都能咬牙撑过的坚强韧性，跟我自己的母亲很像。其实兵哥在国际上当然很出名，所以他得过很多奖。然后我们看到他不管在台湾得到金马奖，在德国得到奖，在北欧得到奖，其实他在致辞的时候都不断提到他妈妈，提到他80几岁在台湾的妈妈，因为其他工作关系必须长期在外面，就是没办法回到家，所以其实他讲了一句话我个人很感动的是家这个世界变小了，可是家却变远了。我相信他的这段感触用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因为你是电影你导演，所以你当然拍片的时候你也必须一长段时间不在家，也许到国外拍，也许到哪个地方拍，就很不在家。然后我知道你有两个很自怜的小孩，兵哥现在孩子已经大了，可是你的孩子还很小，所以妈妈对孩子的照顾是天性，真的是天性。所以你如何面对这样子的内心的不舍，你如何处理自己这样内心的感觉？我其实，在拍《乘着光影旅行》的时候，就这3年当中，的确是有非常低潮跟沮丧，甚至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其实最后让我能够继续拍下去的动力，是我很希望我的小孩能够看到这部片子。然后我前面就说，
我不能放弃，因为我已经投入很多心力，我已经离开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已经拍了，所以我当然要让他们，不见得现在，他们长大之后能够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离开他们，然后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因此我会觉得这个母亲的角色跟创作者的角色，它并不是互相它并不是矛盾的，它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互相吸取养分的。对，其实就像斌哥里面也提到说，当然他内心对没办法长期陪伴家人旁边是很多遗憾的，可是他也清楚这是一个选择嘛。当你觉得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觉得对社会所贡献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做割舍。我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拍了斌哥这个纪录片之后，刚刚就像刚刚伟文讲的，就是说很多观众也看了之后有得到一些共鸣。那他可能不是做拍片的行业的，可是他的工作也必须长期的离家的。那其实他在这个片子里得到一些共鸣跟抚慰，所以我觉得反而我们电影工作者是幸运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行业很特殊。可是我其实更觉得这些为他自己的家人奋斗的这些不知名的，是没有办法在舞台上或是有光环的这些的所谓的的一般人好了，就是我反而觉得他们是更怎么讲，更伟大吗？还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对啊，就每个行业没被看见的，就我们要搭出一个舞台，有些人站上台，可是站上台之前背后需要很多的努力。这努力当然有些是电影幕后工作者，可是就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人嘛，对，都有在后面搭台的人。对啊，其实影片也可以让这些人得到同理啦。对，就是说我们你透过这部纪录片啊，斌哥他是本来是幕后的，可是你透过他来让大家看到很多幕后需要这样的人的一样牺牲奉献，好，我知道牺牲奉献，其实才能成就一个工作，一个完成一个作品的完成。对，我说，所以我想很多行业人看的都会有同理。那回到讲到李妈妈那个部分，就是说，其实那个不是我们一开始设定好的，对，那真的就是老天爷送的一个礼物。就是说一定会去访问斌哥的母亲，但是其实没有想到。尤其是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自己也是母亲，所以其实我对李妈妈是特别的有感受。那我想也回到当初，在东京新干线的那个火车上，斌哥在讲他的人生故事，会打动我，也会让我产生共鸣。一方面也是，就是我自己的母亲也跟李妈妈很像，就是说非常传统的一个中国女性，就是。都就是会为子女全心的付出。那我拍斌哥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因此而认识李妈妈，所以其实我在了解李妈妈的过程当中，其实她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就是关于所谓身为一个母亲如何体贴小孩，或者是为儿女着想，那反而是给了小孩是很大的一个韧性。我其实在她身上我学到非常多。其实影片最后哇，也是让我非常，也其实影片放完，如果我坐在那边想，然后其实让我很感动。其实就最后那一段，就是斌哥在沙漠里面拍戏嘛，拍完接到很多的电话，然后那些很紧张，因为他担心是家里出事嘛。可是心里降到最低一点的时候，才发现到也应该得到最高的奖项。中间那种心情的落差啊，让他觉得体会到。什么东西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好，其实你有你在旁白读他这一封文字这个信的时候，你这样的影片最后呈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你当初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解来？因为也是无法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记录斌哥的过程当中，他刚好得到国家文艺奖，所以我们去拍摄去记录他领奖，就是颁奖典礼。然后我就看到国家剧院他的手册，那是他的得奖感言，是文字，所以我看了之后我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是那时候就觉得是可以放当做我们整部片的 ending， 所以那时候就跟关导演讨论说，我觉得这段文字非常好，然后所以才也就是说，那不是我们设计好，是斌哥自己真实的得奖感言。然后也是在这三年的拍摄的记录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他就拿到了国家文艺奖。所以我才说，有时候纪录片的拍摄
很多时候是老天爷送给你的礼物。嗯，我是没办法，是不是我们企划案之前是可以先写的？那包括那个挪威影展，为什么李妈妈会一起去？那也是就是也是很难得，你很惊讶，就是奥斯陆影展会他可以邀请一个，会颁发一个荣誉的奖项是给摄影师，因为一般的世界各国的影展很大部分是给导演，对，但他看到一个台湾摄影师，所以他给他一个这样的荣誉奖。那年刚好就是李妈妈80岁生日，所以斌哥就想邀请李妈妈一起过去，所以我们也就拍摄到了李妈妈在现场分享到她儿子的荣耀，然后也亲耳听到她儿子对她的感谢。其实这段很生活化的对谈，我相信很多观众听了应该也蛮有心有感触，会回想到自己就是多久没跟家人出去了，然后也许自己忙着工作，忙着自己孩子，也没办法照顾到自己妈妈的需求。我想这些从纪录片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每个人自己内心最柔软那一块。如果说这三年为这部片牺牲掉什么，真的都是那些讲不出口的。如果讲得出口就不算什么了。我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竟然会被自己拍摄的电影深深抚慰。我希望等我的小孩长大看懂这部片时，他们也会认同妈妈拍这部片的心意。张导，这部纪录片拍完了，其实到现在也过了六年哈。这六年当然影片也得奖，然后也在很多地方播，然后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改变？当然对斌哥本身或对电影摄影师这行业，或者对整个社会上，你有没有看到因为这部纪录片带来一些改变？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对电影想要就电影摄影这个主题，但是后来慢慢拍，其实是把电影当作这部片的主题，然后到最后，因为拍了三年嘛，其实也跟我们两位创作者一直在跟这个影片，然后一直看着斌哥的人生，我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创作的生活，所以其实慢慢衍生是一个对人生的一个体验跟一个对话。那这个影片完成之后，面试了之后的影响，我觉得对斌哥的影响是蛮大的，是因为，他在机场都会有人认出来他，然后就要找他签名之类的，然后很多人非常的希望能够见到他一面，当然更多的人很渴望能够跟他共事等等。然后再来就是，我发觉这部影片不只是对电影有兴趣的观众，或者是说本身是从事这个相关行业的观众来说是可以感动他们，反而是不同领域的人，他们其实在这部影片看到了某些的共通性，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出口，或者是他自己一些人生遇到的一些困境或者一些梦想等等的一些。我觉得反而是看到了自己，但是不只局限在所谓的电影从业人员。乘着光影旅行这条纪录片，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故事，可是我觉得里面除了当然光影跟技术之外，表现更多的是那斌哥他的那种细腻的感情，还有对那种人生的态度很谦虚很柔软的，还有对家里长期必须长时间离家那种对家庭的不舍。当然他也让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幕后工作者，就像他一样，其实他们虽然没有像导演或是像演员得到社会大众的掌声，可其实他们也一样尽心尽力，也是活得非常自在而光彩。谢谢导演，谢谢。